大家好，从2021年我家儿子郭振被找到，到今年的3月19号，孩子结婚，对大家呢表示感谢。前几天呢，接到对于拐卖郭振案的开庭告知，我也和大家一样，共同呢期待法院会对人贩子进行公正判决，会对他们进行严惩。